巴黎区啊，中山路一处社区在昨天上午11:30发生枪击案。歹徒啊，一名啊搭车前来，从社区走出来男子啊，开发两枪之后，随即搭车逃逸。警方清查发现，本案男子啊与犯嫌均为熟识，因为债务纠纷而对其开枪示警。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调阅上百支监视器及运用科学侦办技巧，在今天早上凌晨，在淡水区一处汽车旅馆。逮获张姓主嫌，绰号猪仔到案。主嫌到案后全盘否认啊。经警方深入了解，是因双方啊，这个被害人积欠啊赌债20000元啊，因多次催讨未果而对其开枪示警。警方啊将因杀人未遂、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，并全力查缉枪手到案。警方在此呼吁，任何敢挑战警方执法决心，将以最快速度将其逮捕到案，并使其接受法律制裁，同时捍卫民众安居乐业生活环境。